现在我们讲一下房舍、舟车和点景人物。中国画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融汇了很多内容，特别是山水画。山水一般来说是指自然的东西，但是既然有人，就有人工的建筑物，就有人用的工具，所以呢画山水免不了要画到我们人制造的工具，我们人的生活场景，所以建筑物、船啊、车马啊等等，这都自然是我们在山水画里的一个元素啊。所以广义的山水画都要包含着这些东西啊。当然山水画的这个主题内容因不同的画家的不同作品，它也有异。有的画家喜欢表达荒野的、没有人的、出世的景色和意境，比如说像倪瓒画的山水，比如黄公望这样人画的山水，啊，他都很超世；比如八大画的山水，几乎看不到人。但是啊。毕竟有一些山水画家他是很常于画人生存的那个环境，比如我们古代的名妓啊，西岸图，那里边不只有山水，还有人造的许多东西。刘松年的绘画他也画了很多人活动的那种道具、生活用品、生存的空间啊，这是避免不了。也有一些人提出山水画要表达一种时代感，我们就有了许多这样的作品啊，甚至把现代人的这个啊电线杆、汽车啊、现在的大桥、轮船啊都画进去了。这些东西在古人是没有的，这是现代人的现代生活工具。我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入画，关键是你是不是能转换，能不能画出美感来。新山水画这个时期啊，随着表达时代精神、时代感的这批相对比较写实的山水画也有好作品。当然你也可以仍然画人类永恒的主题，仍然不画那种所谓的时代性，也有好作品啊。比如像黄宾虹的画，黄宾虹的山水没有时代感，但是它有文化的品味，它有文化的内涵，它有它的高度啊。无论你是500年前还是50年前还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它的那种生命的一种意绪，都能感受到它文化的那么一种品味。在这一讲啊，主要是要讲一讲这个人类的这个建筑物啊、生活工具啊、道具啊和点景人物啊。比如房子，在古代的画家画的这个画里，假如我把房子作为山水画这一幅山水画的主题的时候，那么你主要的是在描绘房子和楼阁。比如像元江、元耀的一些作品，他们是把楼阁就是界画作为山水的主体来画的，那他就要啊
非常详尽、非常严谨的来表达。那么像董其昌这样的古代画家，他从来不在里面画人物，他也很少画建筑物。原因呢，两方面，一个是他的艺术追求的东西是超脱这个，是表达淡泊空灵的所谓禅意。另一面呢，客观地说，他作为一种世俗和文人画的代表，他们不常于表达这样的东西。还有，我们开始就讲了，中国的山水画啊，跟西洋的风景画，它是有相通处，但是又不同。西洋的风景，它是定点的，是焦点的透视，我就画这一处风景。而我们中国意义的山水画，它是我们的人的精神，整个鸟瞰在这个风景之中，它可以把许多风景拿在一个画面来，它可以让这个风景，我同时看到山前山后，我同时看到这个甚至春夏秋冬，就是穿越时空。这是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我认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这种差别呢，它就使得我们在画这些道具的时候，画这些生活空间的时候很不一样啊。不一样是什么呢？西方人画风景，他要把这个所有的风景眼前的一些人造的景致画得很具体，而我们中国画人的房子往往在里边只是一个象征和点缀而已。比如黄宾虹，他山水里的房子，他只告诉你这是人居住的一个地方，他把那个房子在山水之间他放得很小，他人看这个山是鸟瞰，所以他画房子很简略。所以山水画描绘的是山水的精神。就黄宾虹来说，他画的是浑厚华姿的美，他认为浑厚华姿的美是他要表达的精神。黄宾虹画的房子啊，就变成了这样的啊，就变成这么一个小房子啊，最多房舍啊，这样。那么他的房子呢，甚至有的时候东倒西歪啊，甚至纵横啊，这个点缀啊，什么原因？连齐白石画的房子大多也是这样，原因就是他们画的是静而不是景。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善于描绘建筑物的一个顿词，我们仍然应该有相当的造型的能力啊，有描绘这些建筑物的能力，需要的话能画出来。在这一点上啊，我认为李可染先生这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看啊，万点梅花，看他画的这个建筑物，它是不失其写意的性质，然而具有现在的这种造型的能力。它中西融合啊，他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结合了，这是他的。但是他呢，仍然发挥了水墨的写意的特点特长，这是他的成功之处啊。这是我很多年前画的一件小品啊，这是画的房子啊，在山西边的一个瓦舍。我们看柯染先生在画写生的时候，画鲁迅故居百草园，我以为在画现代人的建筑这方面啊，李先生画得非常好。我们看这是八大山人，八大山人画的房子，这个房子就跟我前面说所有的这种文人艺品一类的画家画的建筑物都是这样，它很准确，但是它很简略啊，它不是要很写实的把它什么东西巨细无遗的全部描绘出来啊。我们看啊，这是我90年代画的一幅小品，非常小，这是画的一个亭子。
在黄宾虹的画里，这房子往往就是这样，而且他的房子往往是留白，与他画的积墨的黑的山体形成对比。我们看，这个是齐白石画的房子，他这个相对比较画的还算比较细一点，但是他还是写意的。我们看，这是虚谷清末的画家画的房子，啊，很空灵，这个房子纵横很有致，留白也很简约，啊，所以传统的这种山水画家一般都是这样的，啊，像张大千，啊，像这样的画家，他们很常于画这种建筑物，啊，他们的画建筑物画得也很好，但是他早年和晚年的画法上有变化。这是钱松岩画的房子，啊，也是写意的，笔笔像写，所以呢，就是笔笔也讲笔墨这样来画。我们看看，这是施涛画的一个局部，他画的房子桥，所以呢，我们说呢，画这个叫房桥舟车。桥呢，古人画的都是这种小木桥、石桥，古人画桥相对比较简单，看啊，就这样，这就是一个桥，砖垒的、石头砌的，啊，那时候也没有水泥，啊，或者是木桥，啊，画这个木桥，不管画什么样的桥，它的意义、桥的本质没有变。郭熙呀，在这个《临泉高志》里曾经说过，是吧？宋朝人在《画论》里就说过，说古人画那个山水啊，要可望、可游、可行、可居，就那个地方我可以走，那个地方我可以住，要画这样的地方。所以他难免要画桥梁，各种桥。那我现在画成武汉长江大桥行不行？可以，但是你要画的美。那么船，我倒要特殊说说了，啊，房子是一个象征，桥也是一个暗示。那么船，就说舟，尤其是一叶扁舟，在中国古代的山水画里，在历代的山水画里，直到今天一直在出现。为什么？它有特殊的象征性，它正是中国人，中国那些所谓隐士高人，所谓文人墨客，他们要超脱现实的一个心境，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他们要逃脱现实的红尘万丈。所以那个船在这个古代画论里啊，一叶小船，或者是画一个扁舟，这往往是中国这些追求精神性的画家在画面上自己心向的一个寄托。所以中国古代的诗词、中国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的绘画永远离不开的一个主题，就是人对于现实的超意。这个超意里包括着陶意，他们都认为现实是不美好的，然后陶意，我有一个理想的世界，那是美好的。所以把这一叶扁舟，把这一叶小帆，啊，赋予浩迈的长江，赋予浩迈的苍茫。舟它有好多种，这样的叫船，这样的小的就叫舟，那么再大的叫轮，啊，这都是有区别的，啊，就像房子它也是有区别的，是吧？它可以是厅、堂、殿、楼、阁、隅，啊，它是有区别的。就像山，它有山、有峰、有峦、有这个壁，一叶帆船或一叶扁舟，这样的东西，它是心象、心意的一个符号，不要小看。所以在传统的这个绘画里，啊，经常会出现
啊这样的东西。我们看，包括齐白石画的这小船，直挂云帆济沧海，啊，它有一种寄托。像钱松岩在这样的山水里，它已经相对比较写实了，已经是很具体的江南太湖一带的船，啊，所以船呢，不同地区的船，它也有不同的这种风格。像陆延绍画的这种船，它是长江三峡里那种珠舫，它是必须有特定的环境，因为这里是险滩，啊，它不一样的。像何海峡画的这一页，这扁舟，就是船夫可以用自己用一杆竹篙就能划动的，啊，这个我们在许多小溪水湖泊里都能看到。那么李可染先生画的这个北戴河，这个是帆船，帆船相对就比较大了，上面就不见得是一个人了，啊，这个就他描绘的这种千帆竞秀这么一种意境。那么车呢，车马也是我们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必要的交通工具，只不过古人是牛车、马车、驴车或者直接骑驴，我们现在呢是变成现代化的工具，是吧？当然我们现在现代化的工具还有飞机，但是我们很少在山水画里表达飞机，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这种对比，这种矛盾之处啊。传统的山水画它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现代人的生活跟自然它有某种不和谐的因素啊，这也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怎么样来解决，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看，这是傅抱石画的一页的扁舟，渔翁穿上蓑衣啊，在这里就是在烟波之中，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啊。关于车马，我们说现代生活，那么车的这种新颖啊，这种现代化，那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啊。即便是李可染那个时代的人，傅抱石那个时代的人，现在都不可以想象我们有多少款新车，有多少样新奇的样式款式，但是怎么样让他们与传统的山水画能够相统一和谐，这是另一个问题啊。这不在我探讨的这个话题之内。如果你能够把他们处理的仍然很和谐一致，那也是有一种创造啊。现在我们说的是传统的山水，这是张大千画的一张啊金碧山水，富丽堂皇，这里边也有帆船，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帆船，南方啊。那么它这是它的云啊，这是水啊。那么石鲁，现代画家石鲁啊，长安画派的领袖，他也是一个新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的实践者。那么你看他画的，这是黄河里的船啊，黄河里的船当然跟长江的船不一样啊。那么他呢有他的这个特点。那么在这个他画的这个水，我们也看到了啊，他画的这个水，他是用连村拖泥带水啊，连村带染的画法，色墨混合的画法来画的水。他画的船也带有区域性。现在我们研究古人的画，通过古人上面的这个生活道具和空间和利用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考证这是哪里，他画的哪里的景致，画的哪个时代的东西。因为所有人造的这些东西都带有强烈的啊人工和时代感，它是有标记的啊。我们画漓江的这个船，我们跟画黄河里的船它不一样啊。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画山水画的人要自己用心了。
最后再说一点关于点景人物。山水画里从不画人的山水画家在古代有，在现代画家里把人作为山水中的点缀也有很多精彩之作。为什么叫点景人物？因为这个人物啊，在山水之间，它不是主体，是点示出我们人与天与大自然这种和谐共处的一种感觉。所以在传统山水里，人总是画得比较渺小的啊。点景人物其实也包括动物，景是指的山水自然啊。人点景的人物动物都是一种点景，它是表示这里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我们看陈子庄，就是石壶啊，陈子庄现代画家画的这个牛，在这个非常淡薄的一个小品山水里，他画了两头黄牛，画得非常好啊，就是一笔草草，然而形神兼备。我们再看黄宾虹画的，在这个山居里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小人啊，这个小人物啊，当然看不清眉眼，但是能在这里居住的人，他一定是有他的出世的超脱的那种情怀。这是施溪画的人物，这个人物虽然小，然而这个人物很重要，他是这个画面的眼。点景人物我刚才说了，包括点景动物，像钱素妍画的鸽子，它表达的是一种非常闲逸恬淡安详的气氛啊。那么施涛在画里画的点景的人物啊，画得非常生动传神。所以在山水里画点景的人物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概括。我们看一眼啊，宋朝人啊，萧照画的《江山楼观图》，这上面的点景人物啊，画得非常精致。我们看这个是黄宾虹画的这个山中的人物，他的点景人物画得非常好。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想说啊，有两个现代画家点景人物画得非常好，一个是黄宾虹，一个是李可染。黄宾虹画的点景人物都是古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啊，都是高士或者山民。他画的小点景人物，我们大家知道有个原则叫远树无枝啊，远人无目，要把这人呢置身到特定的那个距离里。这种点景人物不能画眉眼，因为你一画眉眼啊，他离我们就近了。那么现代人物呢，点景人物李可染先生画得真好，他画的人物让你感觉到就在那个距离，那个人物的大小与那个山水的距离非常的符合透视。所以这也是李先生过人的造型能力啊，与他的这种西画的这种训练有关系啊。黄宾虹的画更写意，可染先生的点景人物呢也是写意的，但是相对写实啊，他画了许多非常精彩的那种山水画里都有特别恰到好处的点景人物，就是他让人进入到境界里啊。当然也有像董其昌、像黎赞、像黄旺这样的画家，八大这样的画家不画人物，但是他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观景的人。那么像黄先生、像李先生这样的画家，包括傅抱石这样，都精于画点景人物，让我们觉得人与画已经融为一体了。清朝的大学者
王果为啊曾经说过，写诗词造境啊，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就是我的精神都在画面中，无我之境就是所谓带有禅意之境界。清朝大学者刘熙载也曾经说，书法有我神，有他神，他人之神，我的神。我们知道，在人物画里讲传神，在花鸟画里、动物画里也讲传神。我们的点景人物、点景动物，它也要传神，而且它不是主体，它是个符号，它更要寥寥数笔、栩栩如生，才能够传达我们的那种整体的意境。所以，传统的山水画，啊，要在这些地方，小处要见大，不能因为它小，我们就造成了瑕疵，就忽略，然后它会因小而失大。所以，传统的山水画是一个周密、完整、浑融、整体，它是天地人作一体观的一门视觉的表达艺术。好，今天就讲这么多。Thank you.